TV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人不是什么太有名的球员，虽然在国外有一定的名气，但是在台湾可能会比较冷门。但是当你看完他打球的方式之后呢，你绝对会很佩服他的。 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来开始吧。 Dustin Brown 1984年12月8号出生，绰号辫子哥 Greedy， 身高196公分，单打的最高排名呢是在2016年10月达到世界排名64。那你一定会想说，为什么这位成绩看起来平凡的球员我要特别介绍他呢？因为他是至今唯一一位对战 Nadal 没有输过的球员，而且对战记录是2胜0败。他在2014年的哈雷公开赛和2015年的温网两度击败 Nadal 后突然爆红，并且以他的技术、速度、娱乐性，经常在比赛中透过超自然的特技击球来娱乐观众，而获得广大球迷的喜爱。那布朗出生于德国，爸爸是牙买加人，妈妈是德国人。他于2002年到2010年期间代表牙买加出赛，但是在2010年又回归德国。他大部分的时间在挑战赛打滚，那赢得了24个总冠军。布朗的生涯其实并不算顺利，在2003年第一次打进 ATP Tour 的正赛，第二次却是2010年的事情了。这个在牙买加和德国间飘荡的网球选手，因为经费拮据，父母买了台可以摆放三张床的露营车。而在07年以前呢，布朗都是开着它穿梭在欧陆之间比赛，节省住宿和交通费。有时候呢，还在比赛间出租车内的床位，甚至兼差替其他的球员的球拍穿线来支付比赛的费用。那你看他打球绝对不缺乐趣，不是绝妙好球就是离谱的失误。他的网球总是不按牌理出牌，用自己奇怪的节奏来影响对手，靠着身高优势而搭配着老式的发球上网。他的放小球是绝对厉害，他可以在一场比赛中可以放到1到2颗的超自然吊小球，超级厉害。然后他在打赢拿掉后，布朗说道：“人们喜欢我的网球，让我感觉非常的好。可是换个角度说，我并不在乎观众对我的评价。如果在乎的话，我也不会留这个头发。这个就是我。”那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网坛是一个贫富差距最极度残酷的世界。曾有分析 ，MLB、NBA 等身价排名前350名选手，年收入都约在50万美金以上，但是对于网球员来说，世界排名350名。就等同于负债了。但在 Brown 身上，他让观众们看到了网球这项运动的朴素，以及享受运动最原始的美好，不必是挑起历史的重担，就单纯享受，尽可能打好每一场球，尽可能拼到最后的快感。喜欢我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在下面帮我按个赞，并且订阅还有分享，记得在订阅旁边按个小铃铛。如果还不知道 Brown 的朋友，可以赶快上网去看他比赛，他比赛真的是会让你非常的惊艳啊！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 ，See ya。